江的古迹消玉仙宫，主水北的先天上帝，主持两尊永驻老邦土，主神功德会理事长张金阳，率罗下众信士弟子，恭迎台南县爷上帝庙北的先天上帝以及圣坛两位众神，一上香，再上香，三上七香，七香。中立区知晓玉仙宫主帅北个先天上帝主持两尊永驻老邦土，主神功德会理事长张金明率罗下众信士弟子，恭迎台南下营上帝庙北个先天上帝以及圣坛两位众神上最大之敬意，一鞠躬，再鞠躬，三鞠躬，礼成。回家，回家。